信宜，毕业于新北市立莺歌工商，今年统测考598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给学弟妹一句话，无论做什么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，Just do it。我是林佑轩，我毕业于新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594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高分是留给坚持的人，只要你的坚持加上补习班的帮忙，成功就在眼前。我是陈汉，毕业于新北市立莺歌工商，今年统测考512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给学弟妹们一句话，现在的你也许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信心，有些科目很弱，但是你不能放弃任何一科，相信自己，每天累积自己的实力，你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。我是李怡慧，我毕业于更新专校，今年统测考527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统测不是一场游击战，而是一场持久战，只有坚持才能打出漂亮的成绩。我是林景炎，我毕业于泰山高级中学，今年统测考573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信心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往往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要有信心才可以度过这一关。我是郑永仁，我毕业于泰山高中，今年统测考了531.5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过去与未来的分隔线就是现在，所以要把握现在，争取未来。我是胡哲明，我毕业于泰山高中，今年统测考556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考高分的秘诀就是不要熬夜，并且把握每一分能读书的时间，例如下课时间或者是等公车的时间。我是黄新彩，我毕业于新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620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统测这一年抗压性是很重要的，当你练习很多但成绩没有出来时，不要灰心，要坚持下去，扛住这股压力，最后成果就是成功。我是林万发，我毕业于树人家商，今年防新计划录取台北商业大学，我在育达补习。学弟妹们好，我认为一年级就要打好专业科目的基础，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念书，才能把握最佳上榜的时机。我是邱达卫，我毕业于莺歌工商，今年统测考602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这一年会是辛苦的一年，学弟妹们一定要忍耐撑过，成功就在不远处。我是张书恒，我毕业于新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583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做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，有意义的坚持住，给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我是潘之莹，我毕业于新北市立新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573.5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我是制图科，但转考农业群，转考是一件辛苦的事情。我觉得转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主动问学，以及主动找相关资讯来学习。我是陈冠宇，我毕业于新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602分，我在育达补习。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统测考试，努力学习转考考科是我成功的关键。大同，张宇吗？大家中午好。黄品成啊，张宇，黄品成，肖嘉纯 ，Amber 人超棒。Amber 吧，人都很好。没有。刘豪，大同，每个老师都很幽默。大同。蔡焕，大头主任不知道，黄品成，蟑螂，大头最好笑了，黄品成，黄品成，没有，黄品成，卢迪，卢迪最帅哦，李宗和老师啊，肖嘉诚，大头，蔡文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，amber， 这五班老师应该都很，是女生都很美。好吧 ，amber， amber， 好，小云姐，小云姐，amber， amber， amber 超美， amber， amber。